有一天早上他吃了火烧麦，包子，一碗粥。到中午他又吃了一碗米饭，两碗面汤。到下午他又点外卖，到了重庆，到了十一点才吃了夜宵。组里的吃货担当，那就只能是林夕薇了，没有人比得过他。他的餐是不定量的，休息了，哎，那就得吃点。蛋白质中毒，你我在长身体，我不怕。生活中，情侣之间性格相近比较重要吧。边坐边拿书。香。好好吃。